也帮马家婆本嘛，刚才帮这种在做管制分，都讲哈，哦，加底下个加好朋友，哦，加阿丹春条来要当官，哦，我啊现在是想讲加赚赚大钱，哈。 这家被哦，干不在，嗯，那么做不好呢？大工我们大概服务了6年多的时间，哦，他虽然独居，那并且他的身体因为之前出车祸之后，慢慢的丧失了行动的能力，可是呢，他残而不废的精神，让我们在这6年里面。 义工还有我们站长本人获得很大的一个正面鼓舞。他虽然身障，可是他自己就是每天早上4、5点起床，就去西米锅厂旁边整理一些杂草，然后他也种了很多甘蔗。那甘蔗皮就是以后把它整理成那个可以那个环保大灶地下修筑，然后也是一个环保尖兵。那阿公。 他对神明也非常的虔诚，因为阿公说他人生遇到很多挫折，可是因为神明有给他很多的帮忙，他也很虔诚，也懂得感恩。那像一个这么的正面又感恩的阿公，真的是让我们的义工觉得很感佩，我们都被他的正面精神所鼓舞了。